家落咗啲羊肉啊，落喺熱水嗰度烚一烚佢先，飛走啲血水。因為呢啲冰羊肉，而家擺落去咧，啲水即刻凍曬，等佢再滾翻上嚟。好啦，兜佢兩次先，啲水滾一滾翻啦。攞啲姜同埋蒜。蒜頭咧爆一爆啲羊肉先，在爆香的爆香在这个阶段很紧要的。爆的少少的边隆隆地的东西才是好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炒一炒它不够香的。这样拌出来不够味道的。如果爆了它反转的时候有点焦焦的东西隆了少少这样就不焦的东西。这个有点焦焦的东西。跟住而家咧，落少少豉油先，一圈豉油，兩圈豉油，加落翻嚟，哇！加落，我放翻少少姜落去，係啊，整一圈走嘅係。呢只系呢个黄志和啊，仲有呢只先够味嘅，我试过好几只，呢只最好嘅，哇！嗰种香味咧，饮到出嚟。跟住咧就是、洋葱，撒啲洋葱落去。跟住係咁兜啊！我要雙等啊，即係整住少少先啦。我啲洋葱咧兜下，兜下兜勻曬啊，落啲落一少少油嘅。跟住咧開始進入炆嘅階段啦。之前咧落嚿片糖，整個片糖仔。跟住落啲滾水落去，跟住放五兜下兜下咁，冚蓋，兜一兜去，有水啊嘛，兜一兜去，跟住冚蓋。咁咧為咗增加個顏色嘅美感咧，就揾條京葱咧切咗一條條條狀。跟住整咗加多個番茄紅色啊，睇住，咁就掟埋落去，跟住撒，落兜去，咁多咗啲顏色啊，好睇啲啊！咁如果唔夠顏色唔夠深，我咪落啲老抽嚟。呢樽嘅老抽啊，較早前我已經落咗去啦。嗱，就係咁啦，幾細咁兜下兜下去。頭先咧落到個芡汁啊，即係落個豆粉上嘅喎，咁樣兜一兜佢啦。啊，嗰啲羊肉啊，出嗰啲油咧，啊，染咗洋葱嗰度，非常之靚立立，好靚好靚。即係好柔韌啊！啲京葱啊、番茄啊咁樣嚟，襯個顏色靚咯，靚到絕啦！
跟住我再我要攞個玻璃兜落嚟啦，又兜翻去去攞玻璃兜嗰度。完成咗之後嘅洋葱、番茄炆羊腩兩大兜。